是个大家伙哎，绿色的，这么多指甲纹，这好像是个猫头哎。哇，这个感觉可以，去洗一下。是一个绿草花，还可以。刚才捡了两个特别漂亮的石头，一颗这个很透的，漂亮。然后这颗玛瑙，这边是绿草花这一部分，你看，然后这一部分呢，这中间是水晶，然后这里还有蚕丝，还有小泡泡，特别精彩，很精彩的一颗雨花石。哦，一个小蚕丝，其实也不是很小。哇，这个蚕丝好细啊，很密的，很完整。不错。这个形状非常好。这个不知道什么，红红的，好像还有绿色，洗一下。哎呀，好奇怪啊，这个有点特色，油泥，嘿嘿。蚕丝玛瑙一个，看这里，这感觉像是玛瑙之类，它这个有黄皮子，这有指甲纹，很深的指甲纹。很多黄色的皮，这中间应该就是玛瑙质的，透的。哇，这个红字超红啊，哇，
又发现一个，哇，这个色彩超漂亮。捡了一颗这样的草花，很漂亮的草花，绿色的玛瑙质，颜色很惊艳的。很怪哦，挺奇怪的一个石头。先捡着。哇，这是一颗南红哎！哇，小红子，虽然小啊，但是很难得的，很纯的一颗南红。哇哦，这颗好嫩呐、啊！像肉一样啊！这里发现一颗，哇，这是，哇，这个是个，这个好看，重彩的。这里面图案呢，像凤凰一般，火凤凰。哇塞，这是个大家伙，绿色的，这么多指甲纹，重彩的，这个可以。哇，洗一下。这个颜色太漂亮了。天色暗了，走了。关注猎奇者，带你体验发现之美。